鄉親啊，講這個在來米的介紹大敗市，在來米去年介紹真好，所以彰化有不少的農民改種在來米，今年栽種的面積增加700公頃，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將近6000噸。结局是产量过头多了，介绍大崩盘，一斤剩7.5元，前面换一粒馒头都换无，农民是真压抑。规堆金色的稻秸啊，即马当时收成期，但是农民山头冒咧烧，摕小单来看，每100袋金，这担秸啊收买介绍对960元落到700元。刚好吃，你看爸妈买无啊？买无咋？买无一个馒头啊？是啊，啊，较早是偌济啊？即摆一斤六，大概偌济？伊去年都，9.5元。嗯。啊，今年都后剩7元。再来比介绍创历史新低，原来是去年这介绍起真悬，所以今年彰化每只农民拢改种。这正式的面积对去年2522公顷增加到3281公顷，加出700公顷。地数超过需求量，咱的牛乡甲农会今年伫咱即个先稻米十号咧，啊无爱收。在内面会当做成菜头粿、碗粿、甲鱼仔，今年计小起真悬，不过今年量上多，牛乡嘛以背负行单为理由，我爱收担车啊，造成农民只好家己拍，变成担车啊了后才会当卖出。农牛署嘛表示讲会协助行车啊，来加快收尾作业。